24小时的冷，12小时的热，它可以保1.2公升，有点重哎、欸，这样子整个瓶子就这样就要1.5公斤耶。然后就是一次可以装很多水啊，这是给全家份的吧？它就是你装一次，然后就这样一次。这是给小孩泡奶用的吧？小孩泡，两个小孩泡奶用啊？那也太多了吧？两个小孩啊，那个奶也太多了吧？